you. I'm all alone in a ghost town. There's a beautiful madness inside my soul, and I can't stop thinking of you. Walking on a lonely avenue. Are you? Are you?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来自 Top One 天瑞的 Patrick。Patrick 你好 ，Patrick， 我想问一下，其实Top One 在车行已经有多久了？然后接触 UR 的产品又有多久了呢？我们 Top One 在台湾已经营业了2年半，那这从开幕至今呢，我们一直都有在接触 UR 的拉杆。嗯嗯。哦，那我想问一下，在 Top One 呢，你们经营的车款做什么车款会比较多？我们呢是以欧系车为主，那从欧系车每一台车种，然后因为 UR 都有通通都有对应，所以我们对于 UR 的支持度也相当的够。那我想问一下，其实据我所知啦，在台湾品牌也是有很多，那为什么 Top One 会选择 UR 呢？因为 UR 的拉杆呢是属于一体式拉杆，那再加上它的刚性呢，对于车身的设计相当有设计有一个概念。那依据车身的刚性不同，他们会做不同的造型。那也不会因为车身的刚性过强，然后导致在车辆在事故的时候增加了其他的损伤。那他们会自己的溃缩，所以设计也相当的好。而且呢，刚刚我们一来到这个 Top One 的时候，都看到有好多好多欧系车在这里，有很多的这个客户。那我想问一下，在客户安装我们 UR 的拉杆之后呢，给你的反应又是如何呢？因为台湾的地比较小，那市区走走停停的时候，会导致如果拉杆设计不好的话，会容易导致车辆的异音。所以我们的客人在安装 UR 拉杆之后呢，普遍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那在高速公路的稳定度方面，也比相对其他的品牌来好稳定很多。对，所以客户的反应都还算不错。好，谢谢 Patrick， 谢谢你。Trying to forget you, I'm all alone in a ghost town. There's a beautiful madness inside my soul, and I can't stop thinking of you.